超市的时间安排，30%洗，7%唱歌，40%在想象的吵架中大获全胜。50%被别人好多年前说过你的话找到了绝妙的回应。不安检是让脱鞋的，但是我左脚袜子破了个洞，挺难为情的，就用大脚趾头使劲夹着。安检员发现大声喊道：脚趾夹的是什么？夹的是什么？能是什么呀？是我的嘴脸。商品上行提醒，你感兴趣的钛金服务类商品又有上行了。大数据精准拿捏，还得出血。像我们这种美女肯定有无数支口红，你没有吧？然后网友就发了一张图片，为什么我把口红涂成这样？还有一个更厉害，可以挖鼻子吧？发帖问：新买的口红，男朋友觉得不好看怎么办？换男朋友。刚被别人问嘴上的口红是啥牌子的，我给他指了路，上前一直走，第一个路口左拐，那家麻辣烫，记得告诉老板多放垃圜。彩票中了50000000，你会立刻离职吗？嗯，辞职了，我跟谁炫耀啊？不会，我要体验一下，不为了钱，单纯为了上班而上班的感觉。为了爱好，为了出息。晚安，晚安。你老人家一天睡2次的？不好意思，聊穿台了。作为男人，要么穿上秋装为国争光，要么穿上衣装救死扶伤，要么穿上军装镇守一方。网友说，要么骑个三轮手救兵侠。要么打开王者口吐芬芳。船上 JK 没换衣服，要么加入丐帮游历四方，要么变成朵拉武士四方，要么穿上女装妩媚一番，要么穿上囚服泪洒铁窗。网友发了张图，问下面三个人谁最聪明，弄点烟让别人看到，我可是练过的，我一定能出去。二号吧，二号练过。我掉井里了，能聪明到哪儿去？网友发的对联，让大家给他对对联。上联：你单身，我单身，不如咱俩去结婚。求下联：又要车又要房，想想还是单身强。门不当户不对，这样不如早点睡。你很好，我不配，你家彩礼有点贵。想结婚想白糖，又怕变成五蛋了。大郎喝药了。你有请，我有意，就是差点人民币。你一句他一句，评论里笑岔气。眼眯眯，嘴角痒，满脸褶子很光芒。你很好，我不配，掌声有请下一位。你当真，我当真，咱俩还是太天真。你结婚，我结婚，过得不好要离婚。你有请，我无意，一看咱俩就没戏。大家都来说一说自己做过最离奇的梦。我怀孕了，生出来是我舍呀。结了好几次婚了，其中一次还是个长汉。拿着贾特林追着我妈打。我来的，你别跑。证明我挺满意的，毕竟这次我忘骑自行车了。啊哈，那你是怎么我坐在第二名的车后。主持人说，那你怎么没做车狂啊？骑手第一名做了。你多惨啊。看了这张图，你们明白了什么道理？想让我读书，除非把我的头拧下来。宝宝，无论你长大做什么，爸爸妈妈都爱你。不写作业可以吗？气呀。一个团队有几种人，镇山的虎，远近的鹰，善战的狼，很庆幸我是其中一员。在下替罪的羊，替罪的羊你好，我是锄头的娘。各位见笑了，我是金猴的鸡。不好意思，在下不在，我是墙头的枣。你是脚趾的棍儿。
好，我是看门的狗。大家好，我是拉磨的驴，我是盛饭的桶，逼人早起的钟。大家好，我是驼后的腿儿，我是背黑的锅。大家好，我是吃亏师傅的那个亏。大家好，我是被绿的妈。夏朗该吃药了。看我新买的 T 恤怎么样？一般吧。这样看呢？优雅，我不过时。没必要吧？冷知识：鸭嘴兽既能可以生出蛋，又可以产奶，是自然界为数不多可以依靠自己制作蛋挞的生物。哦，那蛋挞皮呢？鸭嘴兽可以自己去吗？那还得买孔子炸锅吧。我去迪士尼玩，奶奶跟人家说我去浦东看老鼠。你还瞅什么呀？是我。如果你的亡命是你的超能力，那你们的超能力是什么？肾虚姐没见过。你觉得你很勇吗？是吗？脑血栓。没必要吧。头裤衩说不是，这不道德。这职场说完全没有必要，甚至觉得有点多余。没聪明。网友发了个图说密码错误，谁能告诉我正确答案是啥？网友说我喜欢的姑娘在别人怀里。我在别人喜欢的姑娘怀里。我喜欢在别人怀里的姑娘。大家帮忙看看我哥们的办公室还缺了点啥。都没有方向盘，代表公司没有方向。都没有档位，代表公司没有档次。天长天代，代表公司前景不安全。基本都说完了。巨轮胎代表公司无法前行，只能在原地踏步。挡风玻璃都没有，代表公司经不起风雨。他那鸭比我还活。网友发了张图说你是大毒小苗，正在谈生意，小弟进来告诉你，对面二当苗是卧底。我擦，怎么现在才说？诽谤啊，大哥，他诽谤我。既然发现了，那我也不说。呀呼，他那鸭比我还活。啊，对，就是我。有问题吗，大哥？哥，你这么说就伤人了啊。还是被发现了，事情变得有趣起来。穿线了，你这个是王。哎呀，北京叫健康码，上海叫随身宝，那湖北的健康码叫什么？饿了吗？真的是念饿不念约是吧？我想要个日本名字，要求听起来像日本人，实际却是中国人。谢谢大家啊、哦！韭菜盒子，塔拉巴萨，不冷蛾子。哎呀！兄弟们，你们多高？我21了，还会长高吗？别灰心。你还有6个行兵和白雪公主呢。